车展 BMW 的主秀为 M2， 它采用 3.0 升直列六缸涡轮引擎，拥有370匹的最大马力，引擎采用干式油底壳，但后轴却用用电子式差速器，可以进行0到100的差速锁定。为了彰显 M2 的经典特质，他们特地展出了一台2002 Turbo，